送客，怎么回事？我听见了枪声，小泉先生，我没有枪，可以搜一下吗？朱探长，免了吧，枪是我放的。 两位能跟我解释一下吗？啊，这事你得问小泉先生。是这么回事。这是我在内河里发现的尸体，打捞起来一看，我以为是慕容先生帮会里的人，结果我送来了，慕容先生说不认识，正好朱探长你来了，这个案子就移交给你了。我还有公务在身，告辞了。走。 王爷，这怎么回事？你不知道，那些日本兵的手有多脏。王夫人，兰儿是个没出阁的大姑娘，被那些日本兵全身搜查，你让她以后怎么嫁人呢？这个事情啊，小泉做的是太过分。我是实在没有办法，我才来找您的。我去和军部的长官打声招呼。 怎么能对我们的政府要员这么无礼呢？爸，今天的事儿，小泉一定事先就知道消息了。你是怀疑有人泄密啊？我估计，就是慕容文。 他又怕得罪日本人，又怕您说他忘恩负义，所以，他才使出这两面三刀的手段来的。文先生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。哦，兰儿，你的枪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？啊，我是。 我千万不能这么胡来了，要送了全家。 王夫人，怎么说？王夫人答应为我们出头，她明天就到军部去告小泉一状。她真是这么说的？是啊，这回你可以放心了吧？太好了。不过，她也只能是暂时压一压小泉的气焰，解决不了实际问题。到了。 啊，抱歉，是我太鲁莽了。对不起，小泉大佐，你没事吧？看起来脸色很不好。军部刚刚警告我了，秦文莲是汪精卫的法务部次长。 他跑到汪太太那儿去告我的状，局部警告我，在秦文莲的问题上要注意工作态度。可惜，我们没有从秦文莲一家身上搜出那份胶卷，否则我们对军部也有交代了。我会在适当的时候去给秦文莲道歉。我要让他在完全放松的时候给他致命一击。 现在就让他全家在漫长的等待中，体会恐惧的滋味。嗨，文莲，嗯，吴先生来了。哦，吴先生来了。哎呀。
秦先生，昨天的事情实在是一番办事不力，让你们全家受惊了。吴先生，你千万不要这么说啊！文先生那边怎么样啊？小泉已经去文先生那儿问过罪了。哦，是吗？那怎么样？又是闹又是打枪的，最后连巡捕房的祝探长都惊动了。 不过好在小泉最后还是给了文先生一点面子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还请你啊，转告文先生，无论如何再帮我们想想办法。秦先生，文先生这次让我来给您带句话。日本人已经限制了我们的船只在内河来往。您的事儿，文先生实在是爱莫能助。 他是这么说的。不过，文先生是个讲义气的人，这次没能帮上你的忙，他心里十分过意不去，所以，他特地让我给您送上这些金条，望您务必收下。不，文先生的苦衷，我知道了，我不怪他。这个金条你还是拿回去吧，秦先生。 文先生说，这些年来礼你没有收过半点，这次您要是再不收的话，就是把它往死里逼，所以，请你务必收下。我求求你，那吴先生，这可使不得。好了，我收下了。那我替文先生谢谢。 探长，请进。江医生，您躺着。祝探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是要告诉你，租界法院刚刚开完会，决定不把你引渡给日本人了。等你身体康复以后。 再按租界的法律对你进行审理，也就是说，他们要当庭释放你。谢谢你，祝探长。你不该谢我，是玉国华法官用自己的性命，才换回了这个结果。为了不让日本人来捣乱，法院决定对你的审理日期暂时保密。谢谢你。 来告诉我这一切。我想，当你走出法庭的那一刻，是很重要的，应该由你们的人来接应。可我现在联系不上方涛，我也不知道该去通知谁。慕容无暇，能找到他。大佐，租界法院召开了秘密会议，决定审判后释放江红，开庭成了过场。他们还特别提出。 审判的时间需要保密，这不是摆明了要背着我们释放江红吗？大佐，石井说的对，我们根本不要在乎什么法国政府，我们就应该大大方方的杀进租界，管他什么工部局、巡捕房，要不是顾及他们，江红早被我们抓回来了。行了，把冯如泰给我叫来。 一定要把江红抓回来，他是我们破获共产党组织的关键。但是租界工部局不合作，我们两次计划都没有成功，现在巡捕方会盯得更紧了。前两次的失败，是我们不愿意跟租界的巡捕们发生正面的冲突，现在顾不上了。您的意思是，晚上摸进去，武装绑架？不。 我们白天行动，他们绝对想不到。而且这次的行动，由你来负责。
站住！干什么呢？是你呀！滚！都快滚！带走。 我会让你知道的，带走。 报告大佐，他已经晕过去了。他一个字都不会说的，让我试试吧。记住，不许弄死他。 江医生，还认得我吗？冯如泰，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战区第九行动小组组长。没错，是方涛告诉你的吧？不过那是我过去的身份。 我现在的身份已经变了。你现在变成日本人了。虽然以前我们不在一个阵营里，但是我们干的事情是一样的。今天，我想告诉你的是，你甭废话。
我不会跟日本人合作的，有事就快点吧。躺在椅子上穿便服的，就是被这两个歹徒杀害的。然后看看，这门口穿制服的兄弟，是被当时躲在这里的两个歹徒突然袭击的。还有这里，凳子上穿便服的兄弟。 是被当时坐在这里的两个歹徒杀害的，当时有一个人在和歹徒搏斗，从地上被杀的歹徒身上来看，几乎都是一刀毙命。从歹徒身上的致命伤，到这个人选择的掩蔽地点，都说明这不是个普通的杀手。朱探长，依我看很简单，工部局刚宣布不把江红引渡给日本人，这里就发生了绑架案。 一定是日本人狗急跳了墙。闭嘴！就你聪明。我也不想跟你浪费时间。只是有一件事我一直不能忘记：曾奎是死在你的诊所的。他是怎么死的？说！别以为。 你流过几滴俄语的眼泪，我就会放过你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世界上谁都可以死，曾奎不能死，因为他救过我的命。那我也告诉你，我们不想杀他，因为他跟你不一样。他打日本人，他是民族英雄，是他先动的手，误伤致死。 那也是死在你的诊所，你逃不了干系，所以我放不过你。有什么遗愿说吧，我会替你转告的。你见到我的同志们的时候，替我转告的。什么？你过来。 走着瞧，看谁杀了谁。你这个民族的败类，早晚会杀了你。把他放下来，带走。是什么人做的？军统的人。你怎么知道是军统的人？ 他们自己说的，军统竹间团。说什么国共合作，当面一套，背地里一套。应该不会是军统人做的。军统的人都躲在租界里，巡捕就是他们的保护伞，他们怎么可能做出杀巡捕闹租界的事儿？我觉得这件事。 最有可能是日本人做的。我不同意你的看法，这都是你个人的假设。啊，吴霞，我同意方涛的看法，日本人的可能性要大一点。可是你当时和他们交过手。吴霞，劫持江医生的。 也有可能是欺世六号的人。我们应该相信方涛的分析。吴霞，要不这样吧，因为军统的人大多数都跟帮会有关系。如果真的是军统的人做的话，很快会有消息。是你说方涛有问题的，可是你刚才为什么要还帮着他说话？正是因为他有问题，所以我们才要装作相信他。为什么？绑架江医生的有可能是方涛的同伙。
那么找到江医生唯一的线索就是方涛。我们现在不能打草惊蛇，只有让他相信我们没有怀疑他，他才可能露出马脚来。你是故意这么做的？没错。现在只能先稳住他了。 给面请。方先生，我正要找你。朱探长，什么事儿？一伙全副军统装备的人，武装劫走了江红，造成多人死亡。 现场有个身份不明的人，用中正式刺刀与劫匪展开缠斗，用刺刀杀死二人，然后行踪不详。每个劫匪身上都装有同样的一枚氰化钾胶囊。这件事儿，我想听听你的解释。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方先生，工部局已经决定。 要释放江红，这只是个时间问题。你干嘛还要跟我闹出那么大的动静呢？朱探长，这件事真的不是我做的。方先生，我不管你是谁，我不管你要干什么，我只求你别在我的管片里闹事，可以吗？好，知道了。服务生。 您慢用，不打搅了。你在想什么？你真的要去为师傅侦查？你担心我？当然担心。没关系，这又不是第一次做。 方涛的枪根本打不了那么远，他派你去侦察，这太可疑了。他这次制作的是水银弹，可以增加子弹的杀伤力。那是他自说自话呢。水银弹，向飞燕告诉你的？没错，是向飞燕亲口告诉我的。方涛真是不择手段呢。 方涛几乎是孤军奋战，却从来没有停止过他的任务。是啊，冯先生，一个民族被外强入侵的时候，往往能激发出一种超强的能力。方涛不同，他完全可以选择跟慕容文的女儿远走高飞。他是一个有退路的人。 等一下，今天怎么换人了？昨天那个清洁工呢？啊，他请假了，我是替他来的。有证件吗？有。进去吧。
扫完了吗？打扫好了。小心点啊！小心玻璃啊！小心玻璃，小心玻璃！小心点，别打碎了。没事的，这是防弹玻璃，子弹都打不碎。 所有的行动都在他们掌握之中，每补平办公室的玻璃全都换了。玻璃换了怎么了？他们都换成了防弹玻璃。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呀？我这边换子弹，日本人就换玻璃。 这件事太巧了吧？你是在怀疑我？我没这么说。那这样吧，刺杀梅府平的任务，我一个人来执行。这不是赌气的事儿。你不觉得你这么做太极端了吗？这不是极端的办法，我也没有在赌气。 我要告诉你一句话：杀人不是只有你才会的。飞燕，飞燕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就好。没人跟踪你吧？没有。谁呀？送电费单子的。 放在门口呢，已经3天了，再不交电费就断你的电了。断电就断电，你又别敲我的门了。这样的日子我受够了，实在是太累了。我也受够了。飞燕，要不？ 我们离开这里，离开上海，我们现在就走。走。我们去哪儿啊？去国外，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。那我们的任务呢？难道要当逃兵吗？不是逃兵。我们已经为这个国家做了很多。 不是你说的吗？为了党国，我们要抱着杀身成仁的信念吗？我是说过。可是，我们每天这样提着脑袋，舍生忘死的为党国效力，又能怎么样？你丈夫，曾奎。 小伟，还有我们身边很多的人，就一个一个白白的死去，他们都得到了什么？是你说的，在民族危亡的时刻，我们作为军人是没有个人可言的。飞燕，我是怕失去你和我们的孩子。 如果有一天你真出了事情，我会恨自己一辈子的。其实我理解你，这么多年，你心里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。谢谢，谢谢你的理解。
老嫂归老嫂，做事情归做事情。好了，我没事了，飞燕。真没事了。 方涛的情况怎么样？日本人又察觉了他的行动，把梅府平办公室换成了防弹玻璃。这件事儿，他是怎么解释的？方涛在怀疑我。我跟他说了，这次刺杀梅府平的行动，我单独完成。你自己完成？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？ 可这至少能证明清白呀！陆飞燕，有我在，你不用向任何人证明你的清白。可重庆的任务还是要完成啊。你已经有计划了。我打算从梅府平身边的人下手，从中物色一个合适的执行人选。 可是梅府平身边都是76号的人，没有摸清情况贸然策反，风险很大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小心的。飞燕，我帮你物色一个目标，给我几天时间，等我的消息。 报告，这是梅府平家中保安人员配置。嗯，主播。嗨，冯先生，这个名单上的都是76号的人，不要去招惹他们。嗯。这名单上没有伙房里的人。冯先生，拿枪的手怎么能去做饭？除了名单上的人，你觉得谁合适都可以。 我倒要看看那个向飞燕到底有多大的本事。我还需要一笔钱。嗯，钱没有问题，你来看。梅府平身边的人我都了解过了，想从他的保镖那里收买一个人恐怕不太容易。为什么？这些保镖收入丰厚，都不缺钱。再说，他们都是76号的铁杆汉奸。 我倒是找到了一个人，可以试试。什么人？梅府平的厨子，叫周忠南。这个人，在梅府平的家里待的时间长，熟悉梅府平的作息时间，还有，他好勇斗狠，不怎么讲义气。另外，他欠了不少的赌债，是个缺钱的人。 哥，怎么一个人在这喝酒啊？我们跳舞去吧。滚！老子今天没钱。没钱喝什么酒啊？先生，能借个火吗？刚才不都跟…… 请问小姐需要喝点什么？和这位先生的一样。好，请稍等。哎呦，先生，您这酒怎么这么辣呀？这当官的不都喜欢喝辣的吗？那您。
一定见过不少大官了，那是当然了。就连汪精卫和周佛海我都见过。跟您这种见多识广的男人喝酒啊，真有意思。好，说得好，来，干一杯。 哈哈哈哈哈！小子，你还挺喝的啊！宝贝儿，我忘了你叫什么名字了。兄弟，进错门了吧？ 你谁呀？你想干什么？我是谁？你跟我老婆在一起，还问我是谁？我看你是活腻了。大哥，我真不知道她是你老婆，你还跟我说废话。这事好办，你今天就吃我三枪，一了百了。大哥。 这明摆的是个仙人跳，你总不见得想找个活人练靶子吧？大哥，有什么事儿，你就明说吧。哼，看来你还是个明白人，这话就好说了。听说你是梅府名家的厨子，是。看你还有点胆色，我就给你指条明路。 让你下半辈子做个人上人怎么样？什么名目？5万银元杀一个人。什么人那么值钱？你敢不敢干吧？只要你干了这件事儿，今天的事儿就既往不咎。杀什么人？梅府平。什么？杀梅老板？我可跟了他4年了。 你跟他4年有什么用？你跟他一辈子又有什么用？还不如这张支票值钱。你要是把这件事干了，我们就给你准备一张去香港的船票。怎么样？还犹豫什么呀？去香港做你的人上人吧。 干。